夏はやっぱりそうめんでしょ。你要吃吗？我很想吃，可是在那之前，我有问题要问你，牛妈。你到底买了什么啊？为什么我今天睡醒就看到这么多箱子在我们家的走廊？好多啊！到底买了买了什么东西？你到底买了什么东西？嘿，卡比东，嘣！我买了很厉害的书柜。书柜？你为什么会突然买书柜啊？因为我要把你藏起来。要把我藏起来，把我放在书柜里面。你我看来，各位，我真的觉得呢，优玛她最近呢开始在异变了。她之前只是一个乡下的可爱的小女孩，现在呢慢慢的要变成智慧型女孩了，各位，智慧型美女。因为她真的是每一天都会去学一些新的知识，然后现在连书架都买了。这样子的话，我追不上你嘞。你的房间只有游戏机器。对，我只有我现在是游戏王。那就让我们来看一下优玛她今天买的书架是什么样的书架，好不好？是 order made， 可以 order made 的。哦，是自己定做的。墙壁，一整个墙壁变成书柜的。那你要把这个书柜放在哪里啊？我在想二楼的 closet 里面，打开 closet 里面，然后当书柜这样子。所以要把书柜放在我们的衣柜里面。是。我买的那个书柜的牌子，它叫玛丽格丽塔。玛丽格丽塔。不是披萨哦。很像披萨，对不对？披萨不是一个叫玛丽格丽塔的披萨吗？有桌子的，这样子的也有。哇，好可爱哦！这个有桌子的很棒哎。然后也可以做正电梯的，小孩子也可以学习的，这样子的也可以做。然后哇，所以你就可以真的按照你自己的生活方式，去定这个书架的概念。So， 这个强迫症呢一定很喜欢这个品牌，因为它是可以真的依照你给他们的这个尺寸去盖这个书架嘛。所以说你真的可以有效的利用空间，真的就是ぴったり，刚好，你知道这种感觉。而且它厉害的地方就是它不止每个格子都是放书的嘛，你就可以去买它一些周边，可能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这个收纳。好，那我们吃饱了，接下来就开工咯。今天老公一整天是你的。好，那我先去换衣服。失礼します。失礼します。参りました。コーチの方はどこでやるんですか？2階でございますか？はい。わかりました。はい、失礼します。邪魔しないでくれる？ちょっと温度を測ります。問題ないです。はい。あ、谢谢我拍自拍。这个简直就是房子大改造啊！好大工程哦。你看箱子这么多，我们都把它搬上来了。然后就是有一个太重的，这个很长的，我们就先在下面解体把它拿出来，这样子。话说，又买这个太长了吧？这个有办法放进去吗？其实这个里面呢，头比这个高度还要高一点。刚刚好哎，各位。好可怕哦！现在是这样子的，刚刚好。上面有三四左右，三四厘米左右，对。見て。そうそう。我还买了这样子的。这个它还是两边的。So。就是如果说它放在很低的那种，刚刚有说它如果是放在很低的那种就是柜子的话呢，就两边的人都可以这样子用，就像放在那个积木球桌上。So。便利的哦，对。これの中に
個だけ形がこういうやつがあって、これだけ一番下に行く。好，那现在呢，六四坐在这里呢，帮优马弄这个螺丝。没有想到，六上次买的电钻可以用。哇！빨리락시워다가이순대와라서좋아조리我觉得这个柜子它很厉害的地方就是，你看哦，因为我们这个家的墙壁都会有这个怎么讲凸出来的嘛，地板这里有没有？你看它这里有帮你切好，所以那你可以就是贴墙，你看，一有呢，放在墙壁的这里前面。对对对，すごいね。这里，这里，真的刚刚好哎，很舒服哎，对，こんにちは，いや便利。这是哦，大的吗？嗯，这是放我的内裤啊什么的，对不对？放你的娃娃文具啊什么的。文具。あとルリちゃんの。啊，一些。stock とかね。stock とかそうだね。草草とか。先不冷的呢，它这个拉出来就是这样子，一人呢。其实他有给你这个防震的道具啊，各位，如果你们是怕地震的话呢，就可以把它跟墙壁粘在一起，就不会倒下来。已经弄好了，优马，对不对？辛苦了。嗯。刚刚六呢都在编辑影片。嗯。那优马，我很期待你弄成什么样子。现在能不能请你打开？好啊。お願いします。打开。哦，すげえ。怎样？很棒哎，这个氛围。你看接下来，好香哦，木香。这个它木的颜色呢很柔哎，很柔和。对呀，有沙西。有沙西，看起来呢。嗯，因为现在我们搬到新家之前，很多已经不会看的是处理了，所以现在我们只有这么多。对，我们其实把很多就可能接下来是不会看的书，已经把它就是回收掉了。然后这个的话真的可以放很多书，它的这个奥行き好像35cm，所以里面那个架子是这样子可以，这是我另外买的比较小本的，像是漫画什么就可以放里面嘛，对不对？这边我放自己的笔记本啊什么的，对不对？文具とか下面是露莉讲的东西哦，露莉讲的草草食物。So， 哦，那里有一位奇迪基比酒，智慧系美人，所以你以后会这样子在这坐在这里看书，对不对？睡前可以。在书架这里拿一本书来看，然后准备睡觉，这样子是吗？
好，今天这影片就到这里咯，又蛮辛苦了。嗯，很棒，这样子呢，以后我们又多了一个可以收纳很多东西的地方。那我们就这样子咯，下一期再见。最后给大家看露莉讲，再见。我很久没有上 UTV 了咯。他最近有上 UMA TV， 但是 UTV 最近都没有上。爸爸，嗯，你们刚刚在做什么？刚刚在弄书记啊。书记啊。对，你以后可以每天看到书记啊。